女孩真是太可怜了，只要听到校霸暗动铅笔，她就必须开怀大笑，而且无论校霸如何羞辱，她都不敢停止微笑，因为这是校霸给她定的规矩。一旦在被欺负的时候没有保持笑容，她就会被校霸拉到巷子里疯狂殴打，而她就是被打怕了。所以不管任何场合。 校霸一按动铅笔，女孩都会强制自己微笑，而女孩的闺蜜不愿校霸继续猖狂，当即就准备将其曝光，但校霸却先她一步，不仅直接拦下了闺蜜，还要拉着闺蜜去巷子里玩耍，这可吓坏了女孩。她不愿闺蜜因自己而被打，于是急忙跪了下来，求校霸放过自己的闺蜜，但校霸却一脸玩味地盯着女孩，仿佛并不满意她的求饶。女孩见状也只好抢过了铅笔，一边疯狂地按动，一边拼命地哈哈大笑，而校霸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在欣赏了女孩的屈辱表演后，开心地结束了今日份虐待。但高中3年，女孩始终被校霸不停地 欺负，直至毕业都未能走出心中的阴影，只能一个人在深夜里暗自哭泣。而女孩好不容易才埋藏了记忆，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杂志社的编辑。不料校霸竟再次出现，成为了女孩负责采访的知名作家。而且刚一见面，校霸便想起了曾经的规矩，直接在采访中不停地按动铅笔，这让女孩瞬间破防，急忙找了个借口便逃了出去。但校霸却还没玩够，当即又追了出去，一把拉住想要逃跑的女孩，非要她表演一下当初的笑容。就这样，女孩彻底绝望了，她觉得活着真是太痛苦。 当即准备跳楼自杀，可地狱却不收阳寿未尽之人，于是地狱使者直接拦住了女孩，想劝她继续活下去，但大道理总是没用，女孩仍是跳了下去。不料这一跳，女孩的心态反倒发生了变化，她想起了生活的美好，比如自己那宇宙第一好的闺蜜，以及始终帮助着自己的同事，因此她开始有些后悔。而地狱使者也及时出手，救下了跳楼的女孩，但这却是暂时的，因为对于被欺负的人来说，坏人一刻没有得到惩罚，心结就永远也无法打开。于是地狱使者直接找上了校霸，将她的灵魂投射到了当年的女孩身上，让其也体验了一把 被霸凌的感觉，结果仅是1分钟过去，校霸就彻底怂了，抱着地狱使者的脚疯狂求饶，但做错了就要付出代价。地狱使者直接将校霸的霸凌证据交给了媒体，而随着媒体的大肆报道，校霸瞬间变成了过街老鼠，受到了所有人的指责，并过上了生不如死的日子。而女孩也在看到新闻之后，彻底驱散了心底的阴霾，坚定地走向了幸福的生活。